王子云华江高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。那么王子云在赛前我跟他做访问的时候，他其实讲到自己个人在2014跟2015连续两年都参加了东京的这个国际扯铃大赛。那么2014年国际东京四零国际扯铃大赛，他在四零赛里面是拿到第一，所以他是四零的功力相当不错。对，他的操作性在四零上面是算有他的一定的能耐。嗯，是。那么今天他在四零上面，等会儿要展现他的拿手绝技。那么目前他是高二的学生，练扯铃也11年了，台北市的静心国小毕业，所以从静心国小就在开始学扯铃。他的音乐很特殊啊，是大家年轻朋友很喜欢的流行乐。对，他说他今天要耍帅，所以会用这首周汤豪的《帅到分手》。他现在做的动作是甩棍的放棍动作，他加了缠绕身体的东西，增加他的那个操作性上面的困难度。刚刚那个动作叫做 butterfly， 对，蝴蝶，对。这是二回的 butterfly 接，现在他做的动作就是一直连续放棍在接，在缠绕手上的动作。对，同样的高中组啊，在冠军决赛个人赛舞台赛上面，跟我们二号我们所转播的这个国中组，其实这个难度上面就差别很大。对，因为他们在串联动作跟技巧上面会比国中组来得多。对，真的是够帅。他现在要做的是直立领的动作。直立领，对。哦，他加了一个背后回旋的动作，再加缠身，哦，再加个360缠身，再加是连续的放棍。哦，这个很难哇，漂亮，漂亮的动作，对，完全没有失误，一气呵成。哦，直立林的项目这个部分表现漂亮，放棍。好，他现在要双林了，他双林做了一个很花俏的开场。哇，他们放棍接林接棍一气呵成，这高中组好棒啊。对，这是有难度的开始的动作。双零进双零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种进法，他选择是最难的那种进法。哦，这个有一个过回的放，把林给松开的动作。是。哦，现在又再把林接回来。哇，哇，这个是一个双回的动作，双回很难，对，非常，这个，完全没有失误。哇，王子云到目前为止表现是零缺点啊。对对，他刚刚的做动作，他操作性上面真的是有他一定的水准，而且稳，今天特别的稳，稳定度特别高。对对对。还要再做一个很帅的开场。哦，三零。对。哎，哇，救得好。对，很好，有一点危险。对对对对，救得漂亮。哇，这是一个运铃让两颗铃弹起来的时间差的变化。是，王子云讲他的四铃也会有时间差的变化的展现。对，嗯。哇，我看他今天一出赛会给后面的选手带来很大的压力啊。嗯，肯定会的。哦，到目前为止，对，完美演出，嗯，零缺点。哇，他做了一个平衡弹跳的动作。啊，掉了，可惜啊，掉一个零。来 ，OK， 后面还有拿手的四零要上来。好，现在准备进他的四零，他选择用抽线起他，可惜啊，对。那这个时候他一定是选择要整个的完成嘛？嗯，看个人选择，有的人他会想要把他自己的最后那个动作给呈现出来，他可能就会选择把它完成。哦，他也选择干脆就换线了。对，换绳。嗯，哦，他没有做，他选择放弃了四零的动作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呀，可惜放弃最后四零的动作。好，不过现场观众还是给予他热烈的掌声。啊，他的四零动作，时间标准，因为其实时间如果再做下去可能会超过。对。嗯，他选择